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新年快乐啊！今天我们这里已经是农节的5号啊。其实到新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呢，哈，大家就都互相的去拜年了哈。这几天我都在忙于做一些过年的工作，今天才有新的一些视频给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会去看一下前段时间进行嫁接的龙眼具体这是红宝石龙眼哦。我们再去看一下这是我们池塘旁边的哦。很多芒果已经开始开花，我们可以从远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然后这边是芒果。这是另外一颗龙眼。然后这里还有桃花，然后我们看哈，这是前段时间的龙眼，我们看到哈，底部我有做了一些靠接的红宝石龙眼，然后上面是芽端的嫁接。其实上次我做了很多嫁接。这边，然后这边来，可是哈，这个枝条这边已经坏掉，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两个。然后今天呢，我就是没有补接，我就是直接把另外一个没有嫁接成功的枝条卸掉，就留原来的有两个成功的那个枝条而已。看啊，等一下，成功的枝条我要留下来，不成功我就卸掉。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底部的哈，我就是那边在做靠接，我就是还没把那个地方拿掉，因为先等它稳定，然后有联合起来的时候哈，我才开始把它打开，现在不方便打开，就上面呢，就是很明显已经
开始成功。下面是红宝石熔岩哈，我这里是红宝石熔岩，长得很漂亮哦。我看，这是红宝石熔岩。其实这种红宝石熔岩呢，就是每年它会有三次的开花，然后下面呢这个地方也是还在活着，我看还在活着，这个地方我会弄一些愈合上斑的药剂涂在这个地方来。然后现在主导的就是这个枝条主导的就是这个枝条。看，现在都长得很漂亮哦。这里有个芽点，它还在被闷在里面。稍等一下，我找个东西，会把它。给它助长。这个是红宝石熔岩。这边是我们家的芒果。这种是澳大利亚的芒果，然后这边是本地的然后这边是龙眼我们家的龙眼也已经开始开了新花。这里有一个已经枯萎掉有个芽已经枯萎掉。其实这次芽点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些芽点就是我们要比较小心因为待会我就是会把这个地方打开，让其他的芽点可以全部萌发出来，要不它就会像这种吐出来的时候就断掉。我看。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来看，有个相当全面的
来啊，我们看啊，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已经剥开哈，然后这边就有另外两个芽点啊，一个这里，一个是这边来。那边是一般的龙眼啊，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啊。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先分享到此而已。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留赞、留下评论、订阅、关注我的频道。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哦！谢谢哦。